今日嚟拍哥斯拉啊！抽卡抽咗好多次啦，其实上个游戏玩啲咩嘅咧？嗱，依个咧我已经玩到好喉噶啦，依个系澳洲啊一个地方。咁咧有 G 喎，代表咩咧？打板咧就系打哥斯拉嘅。咁有啲咩咧？嗱，依一个咧就系出啲步兵嘅，依个就系出坦克车，依个就系出飞弹车，防卫塔、激光塔啦。呢个就是出战斗机和一个光速炮嘅，咁下面咧有一啲牌嘅，有七点，所以出一啲道具卡嘅，即系之前打咁多怪兽同埋抽咧，嗰啲牌咧就可以喺度用，每一张都有唔同嘅属性嘅，咁而家都有好多卡嘅啦，其实上都。咁咧打咗啲怪兽之后咧就会有钱嘅，啲钱有咩用呢？喺左下角就可以升级翻嗰啲设施，增加佢攻击力，同埋可以多啲回报率嘅，可以多啲钱嘅，每一秒钟。好，我哋而家试下挑战下，睇下打唔打赢哥斯拉啦。呢只系1994年嘅哥斯拉啊，佢有剧情会讲嘅。好啦，而家睇下打唔打赢佢啦。对佢完全冇损伤啊！嗱，咁呢度咧就会出现个弱点啊，如果揿到咧就会扣佢血嘅。嗱，上面黄色依行咧就系哥斯拉嘅血啦，而下边咧系得30秒攻击时间，而家已经过一半啦。但只是扣了少少嘅啫，證明我的設施升得未夠高級，所以扣不到佢血啦。嗱，呢度咧就俾佢打爛咗啦個設施，咪得翻7秒啦，6、5，睇嚟今次我就打唔贏啦。咁就輸咗啦。咁輸咗咧，佢點可以儲堆錢咧？可以撳呢個睇廣告。多少少錢啦，幫你升級啦，或者依個咧就可以出矛招啊，就可以增加攻擊速度啊、攻擊力啊，啲基地唔會被人打爛。好，哥斯拉講解去到依度啦，希望下一條片可以打贏佢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